那你就会说，那我们现在刚刚才吃的素粽，是不是也是用这种调味酱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报告，这方面我非常的坚持，一定要用万家香陈年酱油。所以我们的制作团队呢，是用这个，不能用一瓶一瓶呢。是，听说是一桶一桶万家香的陈年酱油。那餐馆里面要用到这种酱油可能还很少。虽然我们不是什么五星级大饭店，但是用的还是比较说得过去。所以你吃粽子吃起来就比较好吃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哎，讲到粽子啊，这个前面这个。小店是吧？做不出那么多，就缺货的状态下，这会儿慢慢要补足了，这会儿生产线也渐渐差不多调整好了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一个礼拜之内，应该不会有缺货的问题了。对，北中南，好，你这个喜欢享用素粽的这个各方人士，这个你就尽情的去这个了解一下，应该都有货了，对吧？前面让你久等的情况，非常抱歉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。这会儿也准备给他包上轨道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诉讼搞定了以后呢，下个目标呢就搞馒头，是吧？把馒头搞起来，对吧？然后以后呢，就是反正饿了就吃诉讼，不想吃诉讼，吃点这个汤剂的，就吃点红豆汤。是不是？觉得吃红豆汤不太扎实，吃点馒头好，是不是？看多好，为你贴心的着想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那个素粽，真的是良心事业。有一天呢，我好奇，说你们那个冰箱里面，冰箱不是买了几个？冰箱什么都冰满了，你冰什么东西？照张相看一看，就看了里面一大个部分，我看长得都一样，冰什么东西冰那么多，冰花生，料买回来把它冰起来，花生了，为什么要冰呢？因为怕这个过热，对不对？会产生黄曲毒素，所以新鲜的花生买来就把它冰起来。哎，有多少人做生意像这样子的？是买花生回来旁边随便一放吧，要吃的时候再说吧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当做自己在吃，正在那边冰花生，霎间我觉得非常非常欣慰。就说呢，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，每一个人大家的心都一样，都是要给别人吃的，但是像给自己吃一样，